手拿蓝色报到单在医院外等待。新北第一间社区采检站开在联合医院板桥院区，人员忙着指引。板桥筛检站开设第一天，原定下午1点发号码牌，没想到早上7点半就有人排队。院方决定在11点半提前发放，短短半小时就发完。有啊，今天来没有了。我们会再做准备两个快筛的地点，板桥、新庄，甚至包括中永和，就是因为过一个桥就到了。所以这些地点我们就会成立社区筛检站。感染热区还有台北市万华区，截至16号快筛站筛出阳性比率维持10%。北市府宣布娃娃机、钓虾场等非民生营业场所必须关闭，同时双北首长有共识将加大管制力道，自动自发的封城啊，从现在开始没事就在家里了，用公民素质的自我管理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了。视同慢慢走到整四级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我们必须要采取高度管制、低度活动的生活方式了。不戴口罩，没有所谓的规劝，照向纯正开放。本土疫情持续攀升，民众务必落实防疫，并将快筛优先让给有症状的民众，维持采检量能。台新闻高林邓应中台北报道。